孙子兵法鉴赏木刻对平时战时国家军队之间胜败之道进全面简说，应用谋略很明确，对制胜之道把握，计篇的计胜之道，愿间篇的知彼之道，作战篇的输胜之道，谋攻篇的存胜之道，行篇的行胜之道，事篇的齐胜之道，虚实篇的制胜之道，军争篇的争胜之道，久变篇的临机应变之道，行军篇的处军相体之道，地形篇的人地合一之道，九地篇的克军之道，火攻篇的天人合一之道。那么孙子兵法鉴赏木刻对刻篇内容蕴含的战争制胜文化底蕴的关键字的提出，凸显制胜规律运用和制胜之道创造及战争辩证法的节奏的把握，是适应当代快节奏生活的悟性思维，不仅便于人们解读和掌握，更为人们全面应用孙子兵法，创造出新的天地。